新春第一天，菲律宾慈济志工礼拜无量已经将满满祝福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普通的人难过，他叫他们的不知过，就是要求平安，求财，因为我参助这个，我的心是在讲说，要求全世界这个地球有平安过，那无灾难。其实这样的拜金祈福不是因为华人过春节才特别举办的，而是每个月农历初一十五，菲律宾志工都这样齐聚，期许在菩萨道上更精进。拜金我就是说希望世界平安，唔通灾难减少。佛菩萨甲咱讲，是你过得真紧，佮予咱着好好珍惜每一日、每一个当下，就好好把握，就实实在在行菩萨道。拜金圆满后，志工也准备长寿面，让法亲家人共享。希望这条行善之路能不断延续下去。大爱新闻王玉珍、雅观菲律宾报道。现在最后来看到的是第115届北美。